海下湾海洋生物中心位于西贡北边，是学习海洋保育的大自然教室。海下湾是现时香港六个海洋保护区的其中一个，这里有超过60个石珊瑚品种和120种鱼类，生态非常丰富。我们的海洋生物中心很受学生欢迎，当中不可以错过的就梗是跟住导师落水浮潜，近距离探索多姿多彩的水底世界。他们亦都可以用显微镜观察浮游生物，了解海洋生物的独特形态。至于公众人士就可以坐玻璃底船，近距离观察珊瑚，了解一下全球海洋面对的威胁。企业团体可以参与我们的义务保育工作，他们亦都可以参与清洁海岸活动，身体力行，支持环保。如果你都想认识多些香港的海洋生态，发掘海洋不为人知的一面，那就记得来海下湾海洋生物中心参观了。